大家好啊，我大仁哥，最近有传媒咧就话呢个置富花园商场啊，已经成咗遗址啊。呢篇报道出咗嚟之后咧，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咁有好多呢个网民咧就喺度讨论呢一个话题啦。嗱，我哋今日咧都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嘅，但我哋唔单止倾啊，我哋仲有观众咧就去实拍咗置富花园商场嘅实况俾大家睇。咁啊，大家最后咧就自己评下你啦，究竟系咪一个遗址啦？嗱，嗰篇報道就話啦，置富南區嘅廣場咧，每一層咧有22個鋪位中咧，就平均咧就有6至7個吉鋪喎。咁場內嘅唯一酒樓咧，就變咗健身室同埋另一個吉鋪啦。商場入邊嘅街市咧，喺星期一咧，只係得4間店鋪喺度經營嘅啫，有菜檔，有肉檔，但係咧就冇魚檔喺度嘅。咁又喺呢个置富花园住咗30几年嘅居民就表示啦，佢话以前咧呢个商场咧，无论系购物啊、买餸啊都好方便嘅，但系如今咧就太多呢个吉铺啦，就好唔方便啦。咁佢哋而家咧只能咧就去到呢个西环或者香港仔咧先可以买齐晒啲嘢嘅。咁咪批评咁管理公司咧，宁愿咧丢空个商场咧都唔减租啊，净系让啲大集团入嚟承租咧，引致呢个人流不足啦，迫使更多呢个小组嘅租户咧就结业离开呢个商场嘅。嗱，喺呢个置富商场街市入边经营小食店嘅周女士就表示啦，佢系3年前咧就开呢间小食店嘅，咁呢3年来咧都确实累积咗有一班忠实嘅老街坊啦。但系因为自从呢个新冠疫情之下咧，好多长者离世啊，生意咧就跌咗唔少啦。佢而家每日咧净系做300至400蚊嘅生意，但系咧租金咧就要每一个月咧要20000蚊，完全系入不敷支嘅，所以佢决定咧喺今个月咧就结业噶啦。嗱，有街坊咧就表示啦，自从呢个759阿船嗰个喺旧年年尾咧执咗笠之后咧，咁唔少店铺咧亦都喺呢个上个月陆续开始咧就结业噶啦，其中啊包括咗已经执咗笠嗰个 U 扣啦，同埋呢个大昌食品。一阵间条片大家都见到大昌食品啲员工喺度都 pack 紧嘢，准备走噶啦。佢另外指出咧，以前呢一度咧就有呢个酒楼嘅，咁啊人气比较旺啲啦。后尾酒楼结咗业之后咧，就改咗做一个健身室啦，咁人流咧就冇晒啦。嗱，呢个街坊就继续讲啦，佢话以前呢度有接驳巴士咧，就驳嚟呢个置富商场嘅，所以当时咧就有好多呢个区外客咧就嚟帮衬呢个置富商场嘅。但系自从呢个港铁坚尼地城站一开通之后咧，就已经系取消咗呢个接驳巴士噶啦，所以而家咧置富商场咧就失去咗大批嘅顾客，而酒楼变成健身室咧，亦令到呢个人流咧就越来越少啦。慢慢咧，置富商场咧就变为一个死场啦。嗱，好啦，我哋又听过呢啲咁嘅居民同埋啲商户喺度呻啦。咁究竟实质置富花园商场系咪真系咁静呢？嗱，我哋嘅有位观众咧就同我哋去拍咗片。咁我哋而家唔讲咁多嘢啦，即刻去片睇啦。大家去片之前，大家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同埋赞好啊，仲记得要睇埋啲广告啊。好啦，我哋即刻去片睇。系，各位好，而家我就喺置富花园商场对出。最近咧就好多人话置富花园个吉铺，我就嚟睇下而家咁嘅情况。而家发觉咧，我就好耐冇嚟啦，就已经翻新咗，就感觉都唔错喎，保养得啊，有个食物亭啊，远处啊望海嘅啊，前边就华富村。仲有3支煙通，系啊，都望到。跟住咧就左啲咧就數碼港，系啊，跟住就置身商場、巴士站、麥當勞啊。麥當勞咧遠睇就營業緊噶啦，就唔係執噶啦，系啊。三哥都有喎，有健身房喎。啊！就依度楼下有间咧金记冰室叫，就应该冇营业噶啦，系啊。但系咧就仍然未拆装修，几好环境啊，望住个海噶。置富花园咧就起喺斜路嗰度嘅，依度一入口咧就得4层，第四楼嚟噶，有5层嘅。而家同大家去睇下，系啊，4楼啊，系麦当劳开紧，麦当劳开紧，系啊，
淡仔啱啱開始營業中，係啦。第一間見到吉鋪啦，係啦，就百幾尺啫喎，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喎，係啊。但係咧，前面見到兩間咧，就而家出曬名，就快會執嘅。啊，前面係要求話會執一半啊嘛，就話執嘅大槍食品。7-Eleven 仍然開緊，而家到咗另一個出口啦。哇！出口就唔收咗個吉鋪啦，400尺，跟住而家出翻去巴士站可以。跟住睇下外圍，可以順便。啊！呢度斜路啦，斜路對出啲吉鋪啦，街鋪都有吉鋪啦。三樓美食，落去二樓美食廣場啦，睇睇下。有披薩盒喎，有啲美食，有飲送飯啦，睇下幾錢。32元，32元兩共萬抵食。有間吉鋪啦，其實都睇落都唔係好嚴重嘅啲吉鋪嚇。魚腩手錯，係有間超市。都大型喎，大型超市，人均好啊，係啊，到翻呢度，係啊，呢度又落去健身室嘅，就咁啲落去睇下啦，係啦，睇下咩情況啦，一樓。有一件嘅美容院，哇！呢度呢間鋪大喎，係啊，有兒童嗰啲活動啊，呢度都係啊，嗱，呢間就係健身院啦，啊，但側邊有間大吉鋪，幾多尺？3000多尺，啊，真係3000多尺吉鋪，係啊，跟住我哋再出翻去睇下，健身院，係啊，睇一樓對出係點，係啊，呢個一樓啊。一樓去翻個平台嗰度，係啦，跟住側邊咧就係、是、啲兒童上學班，補習班嘅嘢嚟嘅，加 sport 加 pose 係啦。哦，而家就由4樓上5樓睇下最頂嗰層係點嘅呢個情況。一見到開門都大快喎！太快活啦，都 OK 啦。走廊呢條見到有3條走廊喎，係啊，係啊。呢條走廊一陣睇下，仲有吉鋪、家庭用品店。哇！呢、這個吉啦，呢、這個好多吉啦，呢、這個就頂層關係咯，可能係咪多吉鋪？直行咧就係通去。菜市場嗰度噶啦，
都是那些啦，裝修公司啦，銀行櫃員機啦，銀行啦，大家有吉鋪，啊，魚廊都有吉鋪，啱嗰鋪，好，依、這個就是菜市場啦，我哋睇下咩情況，哦，魚檔，有魚啊，有魚賣啊，有魚賣、啊。有魚賣嘅，有菜啊，好多魚啊！哇，好大個菜檔喺度咯！哇，呢個豆腐鋪細檔，一轉落嚟，哇！呢條巷冇曬，唔係，哦，而家一邊係冇曬，係啊。哇！有食肆添喎，粉面啊，係啊，係啊，係啊，哇！就係一個圈咁細嘅啫，衰高 K， 衰高 K， 好難執嘅衰高 K， 豬肉檔，唔係，如果係咁講，你問一問 Angel 喎，買得多啲。而家兜翻嚟大角嗰度啦，係啦。最初咧就落藥材鋪啦，整翻中間嗰條巷睇下啦，中間條巷睇下，係啦，哦，都係哇，好靜啊呢個，係啦，匯豐櫃員機，通常都係做呢啲噶啦，係啊，匯豐櫃員機，美容院。工程公司啦，洗衣铺都有，洗衣铺，跟住又吉铺噶啦。呢度啲铺好细嘅，百零尺，都系百零尺嘅铺仔。啊，呢度就系，跟住就出翻嚟啦，睇下个平台有咩嘢睇。出翻嚟，望到三支烟通。好标几靓，前面送话讲，啊华富村三支烟通，好多鹰喎，四只喎，都起码有见到。夸张啊！巴士站啊，环境几好嘅啊，做咗维修，系啊，楼价又唔系平，唔系好贵嘅啫，500万啊。今季我见到有人啊，啊，应该系而家自开啊，有人食紧嘢，系啊，见到人食紧嘢喺呢边。好，下次再见。睇下两栋饭，试下先。我一个两栋饭啦，要喺度食茄子，同埋雞啊，唔該。係36蚊，唔該唔該。唔該。咩呢個食兩手？兩餸飯兩手。兩餸飯32蚊，加個湯6蚊，38。睇食啦，都睇下邊有得食先。哎，有台啊！呢度好多吉台啊！食飯時間都咁多位啊！哇，正！哎呀，32蚊啊！泥湯，32蚊茄子雞加泥湯。